咱们八极拳走的是阴阳鱼儿，嗯，就近身身似蛇形，嗯，得是蛇形，不能是直挺挺的。狮子拳，从这儿穿袖迎，啊，有身法。爷胯，嗯，这么灵啊，那身法动得更多了。对，狗绳怎么？这么一晃，这人从这儿出。这是我师父李学刚老师总在说，用身法去打人。加微信新武文化进入学习群。